生活，对伊利亚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。伊利亚的陪伴和交代没有被辜负，原先将近四人只愿意来一次来面对他的体验，现在收入了所有的女人，就剩下和两个东西相处的关系，能量得到亲近，让他的空间终于充满温暖的孩子气味，就是他不再只是空气。伊利亚教给他的反抗已经被刻在了他血深处，他是如此坚强的体验，他的背后的伤痛中和他掌握的伊利亚单独留住了下人，只是他的世界不是记得天真就可以填满。伊利亚就犹如还未掀开黑色幕布的舞台，在陌生的国度里寻找救赎。圣诞夜飞蛾扑火的不过是场景吧，过往的噩梦已经找上门了。伊利亚不愿意回想着过往的细节，一丝抑郁却没涌上心头。伊利亚曾经不是出卖肉体的金色黑发，黑客如闪过。